老实跟你说吧，你女儿赵市长，我想让她当我的媳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想法吗？真的吗？夫人，她真的那么说吗？你就要成为 FT 集团的女主人了。老师，世宗，老师已经离开了。我不要别的老师，老师明明答应过我，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你说什么？世宗他不见了吗？李世宗！世宗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